没错，我现在已经来到了昆明，因为昆明是我的首场第二张专辑自己的签售会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已经在昆明的酒店里啦，现在已经梳妆完毕，然后准备等待，等会儿呢就直接去签售会现场啦，开心了，好久没有见到大家了，也是非常期待跟大家见面的呢。那我们签售会现场见喽！哇哦！大家是否已经准备好了呢？那么接下来，让我们准备好最热烈的掌声，有请我们超级可爱的冯提莫。Hello， 昆明的朋友们，还有就是现场来到的蘑菇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蘑菇，非常开心来到昆明。博士少女送给大家。花香结果季节，季节的开始有新成长，新季节。提莫用他的心声跟大家一起来互动，我们也想听听粉丝送给你的祝福，或者是想跟你说的话。我们选两位去，你知道吧？好，来，我下来吧，我下来吧。提莫，我爱你。你是在本地的昆明人吗？没有，我是来招聘的，我是在招聘的。哇，你是在招聘人吗？哇，谢谢，感谢。是有什么话想对提莫说？老板，我是你的一个粉丝，然后我默默的关注你了很长时间了，还知道吗？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，来自昆明。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提莫说的？关于我们的新专辑？新专辑拜拜，三十就买了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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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。那我们把专辑送给你了。好的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。随即抓了几位签售会现场的蘑菇。你们是本地的吗？他是本地的，我们是从贵州，明天就回去了。从昭通？我是从南京来的，明天早上就要走了。从上海过来的。上海过来的，看他多少年了？就是一个粉丝好吗？快4年了，3年前入粉，喜欢提莫3、4年了。我喜欢提莫5年了。什么机会认识的提莫呢？我有次进他直播间，就被他歌声所吸引。那时候是我一个朋友推荐说有的唱歌特别好听的，就推荐我去看，然后我看了以后就喜欢上了，然后他的每次直播我都去，反正听了他的歌就有一阵子就可能是生活的不顺吧，然后他的歌听了之后就很治愈，然后就一直喜欢到现在。这是第一次线下见他吗？还是这是现场见？因为演唱会的话因为工作原因这些都没能去成，人生圆满了。已经属于亲了线下。他签售会我全都参加了，哦，每一场就第一次。对，我一天都守在这里。
啊，终于等到了。我以前经常见的，上一次签售会我基本都去了。虽然之前见了很多次提莫，但这次见了提莫又紧张了。见到我们激动吗？激动啊，但是现在也不能说很激动吧。陈冠都是装的。这个专辑里面最喜欢哪一首呀？最喜欢《愧》。开头唱的那个自己，其实都挺喜欢的，因为它不同风格哈。见到本人之后，感觉跟预期的一样吗？照片都没有本人好看。比直播好看，更好看。我也觉得老板好美，真的好看。没事吗？没来参加训练，多来参加参加比较好。有什么刚刚没有来得及跟提莫说的话吗？就希望他不要那么辛苦，他真的很棒，唱的歌也超级好听。祝提莫的音乐路越来越好，直播间越来越火，人气越来越旺。提莫是非常努力的一个主播，他很好，希望他在以后的直播道路上越来越好，我们会永远都支持他，只要提莫在，魔兔就在。也希望他越来越好吧，我们也会更加支持他的。提莫加油，下场再见。下场再见。冲。谢谢，谢谢，期待着我们的下次，也希望来到昆明期待看到好听音乐。谢谢各位辛苦了，谢谢，谢谢各位，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支持到昆明的全新的专辑。拜拜。